好哎、欸，他怎么躲、啊？他没看到、啊，别人没看到，要让他看到才可以。那你要拉别啊？不用了，他等下看到他，你看，看到看到，好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，然后光了。他想说那什么东西耶？一二三，哦！哎、哦欸，蟑螂逃生了，干嘛？青哥在拍，青哥在拍，吃了吗？哎、欸，这是有看头，这个蟑螂比较会逃，这个有看头，这个比较会逃，死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他被咬了一口，被咬一口，然后逃掉了，吃了吗？咬哪里啊？别刚刚看到他咬了他屁股一口，然后就逃走了。哦，有看到了，看到吗？装死，赶紧紧张一下，来了来了！我吃掉了！好多，吞进去了。他吃掉了，他一生就被咬掉了。他不好，知道会吃掉。对啊，吃完了，他吃完了。脆口蟑螂，要换水啊！看他卡在。卡住哎、欸，翅膀还在外面是不是？看，我怕整个吞进去哎、欸，脖子伸超长的，头变超大一颗的，然后直接就挂在这一届。他脖子缩不回去了吗？对啊，要缩回去。他还在，他吞不进去，卡住了啦，别港到了。别挂了，别到，别到了，卡住了啦，他脖子变超粗了。Q 赶人工呼吸，快点。口对口，他是吃完了吧？他吞进去了吗？我看到他卡在脖子这里。他吃完了，快人工呼吸啊！就皮卡就死掉了份，叫鳌虾来人工呼吸。鳌虾，你是鳌虾跟鳖 PK 谁会赢？鳖，好，卡住了哦。鳌虾是硬的，没有，真的吗？鳌虾整只都是硬的。好像没什么战斗力，对啊，可以很硬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地板不够。他刚一直撞到旁边。露营当中哦，对啊，竟然用露营。对啊，这个重点是要神。